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十月二十三号，星期五。大家好，我们现在在长岛的这个一个私人的海滩啊，在活岛对面私人的这个俱乐部海滩，我们在今天为大家做现场的直播，谢谢。喂，手机监控，那你昨天不是连得上了吗？不可能，我搞好了这，不行，明天再说啊。好，晚上再说，或者晚上来。OK。好好大家好，今天十月二十三号啊，现在今天纽约的这个是多云的天气，摄氏18度，华氏是六十四度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岛的一个私人的海滩啊，在活岛对面一个私人海滩，咱们在这里进行一个直播的报道啊。今天我们的海边啊，这里是他们自己家的啊，这是一个我们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啊，刘总买了一块私人的一块海滩和他的一个度假村在这里啊。将来我们的这观众啊，可以把这里作为一个基地，一个俱乐部来进行活动啊。这个地方是在好，我们先往前面去看一看啊，这个海堤一直通到这个，这里有很多的螃蟹，还有很多的生蚝啊，水非常的清澈啊，这是位于这个长岛的这个一个海边，清澈见底啊，这里的海水。过来，这里有人抓螃蟹。哎，好，直播抓螃蟹，对呀、啊，来。好的，来，你在这里抓吗，刘总？好嘞，好好好。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比较好一点？Jack， 就叫 Jack。哎，我第一直播 Jack， 哎，刘总。喜欢这种叫法。哎，好嘞。来美国时间长了。哎，刘总，好嘞。我怎么称呼你，刘总？你叫我 Sam。Sam，OK，、okay, 谢谢谢谢。哎，他介绍一下，来，咱们这个私人的俱乐部啊，私人的基地就是咱们刘总的啊。哎，刘总的 Sam 的啊。不用了，我就说了。哎，好。你看。很漂亮的，那是珊瑚。哎，还有红珊瑚啊！扎板过来就太好了呀！一片都是啊，这一片。哇，还有红珊瑚啊！一片都是，比直播螃蟹。太棒了，来。小心你那个鞋不，你那个鞋子是对。哦，我不知道今天要到海滩来。你下次你穿个球鞋。嗨，下次穿个对运动鞋来。运动鞋，你看你珊瑚。谢谢，我们是在一个长岛的一个私人的这个海滩，有我们刘总啊，还有我们这个上市公司一个老总。他买下来的这个海滩整个啊，吸引我，哇，还有红色的珊瑚啊，大家看，红色的珊瑚啊，水清澈见底啊，哇，太棒了，这个地方以后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以后能作为我们第一直播观众的一个俱乐部啊，刘总啊，跟咱们一起来把这俱乐部搞好啊，太好了，这个地方在纽约长岛啊。哎，非常好的地方啊！第一观众有福了，是吧？谢谢 ，Good morning, everybody, thank you。啊，还有小艇、船啊，码头，私人的码头，买下来多少钱不知道。嘿，这个还没有。哎，7英亩的一个海滩，还有度假村，
然后我们进去看，还里面还有很多房子啊，很多大家，今天很多名家来了啊，有咱们中国书画协会的这个苏东和老师，有这个老舍的这个侄子啊，苏立教授，还有我们美中友好协会的这个肖云飞主席都来了啊，大家荟萃啊，是吧？啊，这个地方是可以很多名家来住在这里，可以来写生啊。哎，来看看你们抓的螃蟹，来来来，来快螃蟹。来来来来，螃蟹也有啊！哇，水太清澈了。稍等一下。哇，来来来，来来，你看，来来来，螃蟹，你看，今天来四个螃蟹。哇，这么大呀、啊？对，这么大的螃蟹啊！来来来，四个螃蟹、这个。这也是你们的，还是他自己抓的？不是，这个笼子啊，用这个笼子啊，用这个笼子来。哇，这螃蟹大呀、啊！你看，你不要弄，你不要弄手，来来，好，交给你看一下啊。好，就是笼子里面装肉，然后放在海里面是吧？你看。你看，还有，哇，还有这么大的螃蟹啊！对，你看那个鱼，还有几条鱼啊？对，石头鱼，还有石头鱼啊？对，你看，哇，啊、这石头鱼，这捡起来看看。你看，捡起来。石头鱼，来，哦，还有石头鱼，哦，哇，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来，我拍一张，很有意思。这个，来，抓住两个鱼。等一下，等一下，片头拍张片头，等一会儿啊。对，你看，等一下，石头鱼，你看，是两条石头鱼。好嘞，好，石头鱼，太好了，好，你看石头鱼，哇，太棒了啊！给到时候第一直播的观众有福利了啊！这个然后扔下去是吧？好嘞，扔下去就继续等晚上看能不能再蒸螃蟹，哎，咱们就可以吃了是吧？等一下蒸螃蟹，蒸螃蟹，哇，很多红珊瑚啊，太漂亮了！珊瑚草，珊瑚，这不是红珊瑚吗？对，不，草，草吗？对。红色的珊瑚草，哇，太棒了！这个是，咱们这个怎么称呼？广东这个叫首月首宝，月首宝的啊，这个月首宝应该是 CEO 啊，月首宝今天搞了两条，有多少年历史啊？这个我们是三代人了，三代人啊，家族企业啊，家族企业月首宝的老板啊，对，现在我们还有一个115岁的那个老人家，好的，第一代那个啊，那你现在在美国也经销，也经销月首宝是不是？也在经销。好，美国也在经销啊，大家有需要，然后到我来加他微信，留个电话，以后到我们俱乐部就月首宝就会给一些折扣，好不好？给点折扣，对，一定的，好 ，OK。这位呢是咱们中国书画协会的苏东和老师啊，正好从北京正好过来隔离了一段时间，正好出来了活动了啊。好了，中国书画家协会的这个篆刻委员会主任苏东和老师啊，大家都是名家荟萃今天啊，好不好？苏老师，哎，老师等下作品呢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给咱们观众啊，今天第一次，因为苏老师一直长期在北京，最近他回来有点办了点事来美国，然后隔离完了啊，他就很自己来隔离完了，然后就出来了活动了，哈哈哈。好嘞，好，艺术家啊，艺术大家，对。然后在前面啊，就是我们那个115岁老人家身体很健康啊，是吧？在哪里？现在在多伦多。多伦多，哎，好啊，好，有机会跟你一起去啊。我父母亲也在多伦多，以后有机会咱们一起看看。要去看，多伦多每年那个。好嘞，哎，你好，赖先生，你好。看望他的。哦，太好了。哎呀，那太高寿了。对，就加拿大。对，因为当时解放。哎，这个地方非常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地方啊，王总是不是？是的。这是咱们淘宝的王老师啊，也淘宝的一个教专家级别的一个教老师啊，如果有不懂淘宝，都网上这个。请教我们王总啊，好嘞。慢点。这个是我们来这个肖云飞主席啊，这是美中有些的肖主席啊，陈香是当时是陈香梅女。陈香梅主席是我们的前主席。前主席是吧？前主席去世了。现在是由你负责具体操作这块是吧？对。美中友好协会，咱们希望中美永远友好下去啊，不希望看到那个，这是不是、啊？咱们华人市场。人民之间的友。永远是啊，我们这个中国和美国啊，这个经过这几十年啊，我们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友谊呢，一定是长存的。这样我们转过来一点，好，肖主席，这样赢了光线好一点，好，来，肖主席来，我们知道这个非常高兴今天来的好朋友的这个别墅啊，这个今天的话虽然说有点阴，但是的话呢，整个
整个这个海水啊、嗯、还是非常的清澈。嗯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火岛啊，这也是个旅游区。嗯那么我们协会呢，每年呢都在搞这个文化交流。嗯啊，以后呢也欢迎朋友们多到这个地方来。对对对。疫情过后的话，我想的话呢 ，How are you？ 啊，这个将会这个。我们大规模的把它开发出来啊，作为咱们第一直播这个观众的一个基地啊，这是私人俱乐部会员制。到时候两边多点那个螃蟹。中美风风雨雨几十年，对对对。那么人民的友谊一定会长存的。是是是，肯定。所以说这点事的话，大家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对。只有两个大国之间的人民友好，嗯，那么这将来事的话呢，对于政府之间将来也是一个纽带的一个启动作用。我们陈小梅主席啊，在尼克松总统当时的授意下，去找廖承志啊，他的表舅，那么促进了中美友好的破冰之旅。对对对，我想的话呢，我们每一个热爱中美友好的人，将来都会成为我们中美友好的使者。只要我们坚定这个信心，我想，中美两国，就疫情过后，就像这蓝天一样，像这大海一样，一定会晴朗，暴风雨一定会过去的。我也相信这一点。对对对对，我们叫直挂风帆，啊，济沧海，济沧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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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因为这个大家介绍一下，美中友好协会是这个当时陈大的将军啊，就是咱飞虎队的支援咱们中国建设。然后这个咱们中国在这个美军轰炸东京的时候，也给了美军就是营救美国，用鲜血和生命营救美军。所以说咱们中美有很长久的友谊，还是希望中美友好啊，是不是？咱们人民也就日子也会好过很多，是不是？咱们还是要友好下去，是吧？我觉得还是暂时的，有些波折是很正常的，是吧？对，风雨，人的一生连天气都有晴暖，是吧？对对。一年四季的话呢，尤其是四季分明的时候，还有风雪秋霜。对了，所以说站高一点，看远一点，咱们啊，是不是？遇到风浪的话呢，他更加珍惜晴朗的天空。对对对。啊，遇到这个。暴风雪以后，嗯，人们就更加珍视我们的美好的生活。Okay. 中美两国人民对将来会更加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OK， 未来我们一定会有将来一个光明的前程。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人类最后的话，一个共同体，对，一定是大家是互相影响的。对对对。这个地方太平洋有风暴以后呢，其他的小岛也都会波及的。对。啊，这就是一样的啊，让我们的话都会通过风风雨雨。更加认识到中美人民的友谊，就像这疫情过后以后，人们会更加珍视生命是一回事，是，是不是啊？是的，是的，是的。希望大家的话能够像咱们这个电视台一样，第一直播，第一直播一样，第一直播一样。我是拥护中美友好的，我个人观点也非常摆明啊，随便来 FBI 请我喝茶也好，我觉得中美友好没有错，啊，对，啊，这个是没有错的，我觉得，而且这个。有人说什么侨领，这个不是侨领。美中友好协会是陈大的将军，当时飞虎队的这个支援，这个他和他的遗孀是吧？陈香梅女士是吧？陈香梅和他的太太。陈香梅女士来建立的这个美中友好，所以是美国人建立的，跟这个侨团没有关系。所以说这纯粹是美国人建立的啊，大家放心，哪怕是 FBI 请我喝茶没关系，我立场很坚定，哈哈，是不是？没关系，友好，不管在任何时间，哪怕是二战时候都要讲友，还要讲友好。你回头把我们陈小梅主席将来的话的那个前年的这个追悼会，好，我们中美友好协会的这一段，把视频到时候给我来把它这个发出去啊，电视台采访的。然后美中友好协会的这个任何活动我都会参加直播，好不好？我觉得本来的话呢，我们今年三月份有一个风筝节，谢谢啊。咱们就知道樱花风筝节的每年是全美最大的活动，200多万人参加，就是每年春天每年的樱花的白宫的风筝节是吧？白宫的樱花，今年搞不搞到时候看。明年的话看疫情，好，疫情不好搞的话，我们要给大家直播啊，风筝节啊啊啊！我每年都会搞的啊，好不好？好嘞，这是最大的一个活动，太好了，谢谢，咱们人民是永远是友好，谢谢，人民永远是友好的 ，OK， 谢谢，好，咱们这苏老师，你看有人打招呼了，你看。Mary 这个咱们越剧演员，对，大家认识你，苏老师，哎，看到苏老师了是吧？苏老师来，向大家好。
介绍介绍苏，主要是苏老师，主要是做这个书画和，哎，转过来，是啊，这边，我是搞那个，我本身搞那个书法篆刻嘛，啊，书法篆刻作品啊，大家是吧？嗯，在这个创作之余，嗯，也搞一些这个这个嗯交流吧，嗯啊，在中国也做一些展览，在这个也到美国来，欧洲。做一些这个书画展，欧洲也有书画展，美国也有，交对交流中国，大家就把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这个介绍给传播出去，世界人民，啊、对对对，让人民这个广泛的了解到，啊，这就是也增强了这个各民族之间各个国家哈、啊、的友谊啊，对对对，谢谢谢谢。好了，谢谢苏老师啊，希望你这个，艺术不断进步啊啊啊，不断这个生活的更美好，谢谢谢谢，好。咱们这个，哎，那个苏教授呢？没过来、啊？他没过来，我没叫他过来。哦，哎、我说刚才这个苏教授啊，我们老舍的侄儿啊，你是老苏教授的学生是吧？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是吧？啊，那不是啊，不是是吧？啊，没事没事。我们还有个老舍的侄儿是吧？他也是一个著名这个大的这个书画家是吧？也是今天也来了，可能今天连长啊是不让他到码头来了是吧？他来找我，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圣约翰不是有个中山纪念馆吗？正好有清华大学，哦，但是这个是一个纽约这样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哎，然后在那个地方我们搞了活动，然后我们组织中国的北大、清华、和交通大学的这些历史学的这个一块来，当时是宋美龄家族，这个宋是那个宋，就是他那个儿子就是宋，前面还有很远是吧？好多海鸥啊。前面好多海鸥，咱们往前走看一看啊，我们往大海深处再走一走啊，这里还有一个灯塔，中国也不会代替美国，美国也不会代替中国啊，这是就是大家都友好起来是吧，我是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是吧。哎呀，这里有一个海鸥死了，一个海鸥死了啊，一个海鸥死了。哇，这里水好清澈呀，这个地方非常的棒啊。被洗脑。咱们讲中美友好跟特务没关系啊。FBI 请我喝茶我就去啊，哈哈哈哈，这跟特务没有关系的啊，放心。咱们意识很清醒啊，咱们意识很清醒，不像有些人是不是啊，有些人就是这个怕这个怕那个，咱们不怕是吧，咱们也不搞，这美中友好是陈大的将军，是美国人建立的，是吧？这跟中国的他没什么关。有带钓竿吗？钓竿没有带，不要紧。这个我们这个俱乐部里面有啊，这个里面那个房子里面都有钓竿，还有抓螃蟹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下次可以组织大家来啊，到这里住一住，很大7亩的啊，这个俱乐。这个土地还有这个海滩各个地方啊，有什么在里面什么工具都有，主要今天大家来啊，一个是来聚一聚吃饭，然后另外就是说聊聊天啊，然后我来看看场地是吧，刘总咱们这个老观众啊，也是我们的观众啊，刘总把这块地方拿出来给大家啊，以后和聚聚会啊活动活动啊，其他他们是要会员制，是要收费的，但是咱们的第一直播的观众是免费的是吧，那以后可能会收一些费用是吧，将来会收一些，将来再说是吧，当然第前几批来的咱们一定是给大家就是说哎，这一些成本费用嘛是吧，不收那个会员费是吧。咱们先过来看看玩玩是吧，啊，前有机会咱们疫情过去了，
啊，就组织大家过来转一转啊，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基地，是吧？对对对，没事，和平合作，相互促进经济总好。对啊，我也是觉得相互促进经济就好。有些人总是觉得什么特务不特务，咱们也不干，反正不要怕，在美国你没有干那些坏事，什么特务啊、间谍啊，你只要不干那个事，他就不会找上门，就不要怕鬼敲门，不干亏心事就不要怕鬼敲门。你如果干了亏心事，一定有鬼来敲门，是不是？不要怕，不要怕，被抓，被抓也好，干嘛也好，不用怕的。你以为抓个人那么容易？OK， 哎，王总，前面怎么样？风景很好啊，一个灯塔是不是？是的。咱往前看一看。只不过灯塔被海鸥给霸占掉了。是吧？我们过去看看。刚才有只海鸥死了呀！哎，这个石头缝里面有很多石头屑，像会找的话，下次我带那帮美女军团的人一起过来，带一些美女军团专门来抓螃蟹，捞生蚝。哎呀，这个地方要早知道，他们早就来了。海鸥跟狼。对呀。把那个前面那个小船给占据掉，都是排泄物哦。哦，小心啊！这边信号还不错，还真没想到啊，伸到海里面，这信号非常好啊。今天主播换了个眼镜是吧？换了一只眼镜啊，换了个衣服出来见见这个这位各位大神们是吧？直播，然后跟他们聊聊天，喝茶，吃饭，在这海边，咱们捞一些螃蟹，今天来煮一煮啊，还是生蚝烤一烤是吧？先给大家探个点，广大观众，我给大家探个点。将来这就是咱们第一直播一个基地之一，咱们还有不断探索别的基地，好不好 ？OK。哦，这是最前面了。哦，有个鱼鹰站在这个上面啊，来看一个鱼鹰啊。这只鱼鹰站在这个塔上面啊，太美了，这鱼鹰。鱼鹰啊，站在灯塔上，太漂亮了，这个。谢谢，不帅。哇，太美了！底下很多，我说是红珊瑚，他们说是珊瑚草，是吧？我们再往前走一些，走一点。太棒了，这个地方。哦，这是瞭望塔啊，这是个瞭望塔，有很多主要鸽子排泄物，要不然我们可以看一看，转一转。很多鸽子的排泄物，我们到了这个码头的尽头了啊，码头的尽头，哇，这里面好多鱼啊，有鱼啊，好螃蟹啊，太好了。啊，这个地方，而且以后大家对晴天要美翻了，是啊，对，有机会的话，大家啊，组织的观众来啊，我现在帮大家啊，在不断找福利，好不好？观众来啊，对，有鸽子，有鱼鹰啊，站在上面的，这是五号，应该是五号灯塔，好像五号码头，给大家找一些福利过来啊，然后我们就过来聚会或者玩。今天有没有带菲菲出马？今天菲菲没来，菲菲来高兴坏了呀！咱们阳光旅游那个老总菲菲要出来高兴坏了。这里有这个螃蟹和这个，在南京有中山陵和美龄宫。是啊，我就是南京人啊，是吧？我来给菲菲打个电话。跟他讲发现个好地方啊，下次来抓
抓鱼抓虾。你好，阳光。太棒了，这个美景。阳光要出来了。1949年是吧？好，咱们回去啊，再采访一下我们这个老史的侄儿是吧？啊，也是一个。喂，观众说怎么菲菲不来？你看了我直播没有？这个地方海滩有一个私人的海滩，一个刘总，他给我们提供了。不知道啊，这么漂亮啊，清澈见底。他买了这个海滩有7英亩，而且有别墅，有什么度假村。然后我们想把它开发成以后我们的基地，第一直播的。哎呀，很多螃蟹，大螃蟹，而且生蚝，它可以钓鱼，哇，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它还有小艇啊啊！你看我直播呀，翻过来看。他妈问观众说怎么菲菲没来？我说今天不知道这么好看，我以为这个他们说带你见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我以为可能不是海边的嘛，太漂亮了。那咋整啊？这个地方太远了，要过来1个多小时，要车过来才行啊。哎，那个谁呀、啊？菲菲来了。哎，对呀、啊，你有没有看谁菲菲来？这谁认识你啊？讲一下。我不知道哎。哎，不知道，来。看看瞧，我看看瞧，他们几点钟回去？要不然开车过来啊！我到时候看，到时候看。跟 Coco 叫 Coco 过来是吧？啊！哎呀，这个地方好多螃蟹啊！几号几点退潮啊？告诉我几点退潮，可以捡海边捡点那个生蚝，等会烤烤吃。我们中午。那赶快啊！好嘞，好嘞，好好，就先看看几点退潮，谢谢。好 ，OK。啊，菲菲电话也打过了是吧？没有过来呀。咱们以后会率领一个美女军团，专门来抓螃蟹和那个钓鱼摸螃蟹。哈哈哈。哇，这地方太漂亮了，夏天来最好啊。然后或者是春天，咱们看什么时候啊？啊，哪怕冬天来个踏雪无忌也可以啊。踏雪来这里玩玩也挺有意思的。马上我们进去拍啊，大雪也不错是吧？哎，生蚝好，我们等会儿进去播一下里面啊，它一个这个里面什么样是吧？大家简单看一下，它可能后期还要投资做一些东西是吧？把这海滩继续把它弄好啊。咱们第一直播的观众啊，以后直接咱们就开车过来是吧？聚一聚，只要第一直播的观众肯定会有啊特别通行证啊。春天风大吹飞了是吧？大雪也很好呀，啊，飞雪云成道，大雪天在海边看海景也是另外别有一样情趣是吧？哎，这旁边就是另外一个码头啊，俱乐部另外一个，对面就是火地岛，啊，对面是火岛，不是火地 ，sorry， 讲到那个大陆那个火地岛，这那是最南端的那个火地岛，不是。大陆最南火地岛是对面是火岛啊，纽约这个长岛的火岛旁边一个小岛，非常漂亮啊。大雪一起啊，我讲的是大雪，飞雪不是那个大雪啊。哈哈 OK， 那个大雪是人家频道的，是吧？你是不是那个频道的间谍？开玩笑，我跟 Derek Du 是很好的朋友啊，也认识他。主播就喜欢一个人搞频道，是不是？大家都喜欢美女啊。我主要想找一个能够中英文都比较好的美国，就是美国人做女主播，是吧？也在找啊，比较困难。
这里离法拉盛，现在温度不高，现在这里离法拉盛一个多小时车程，对，法拉盛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看看现在海上的温度也，现在海上的温度是，可以，今天还很舒服，今天天气啊，十九度，而且太阳你看慢慢出来了，慢慢太阳出来了，慢慢因为多云的天气，慢慢太阳出来了，就觉得还有点暖和啊，还很舒服啊，这个海风啊，暖暖的海风啊。咱们再看一看，然后这个，对吧？咱们再去看一看。飞总啊，怎么样？地址啊，你想过来啊？啊，可以啊，没关系啊，刘总，是我也是刘总，一来就见面，说我是你的观众，老早就想见见你了，你过来也行啊，几个人啊？一个多小时车程吧，一个多小时，在60出口左右出来，啊，一个多小时车程，这个太漂亮了，这个地方，我们以后作为基地啊，做一个营地来，好，你看，那你问完的电话，好，我们去采访一下那个，因为今天很多大画家，很多大画家都来了啊，对，等一下发给你，好。可以回国，现在也可以回国，对，现在我们没有事回国干嘛呢，可以回国，现在疫情最好是不要啊，也别给别给美国，也别给中国添麻烦，都不要给世界添麻烦，最好在家不要出行，是吧？我也跟我的朋友说，是吧？对，有很多大画家，大家看到的非常有名的，像苏东和老师，还有那个书法家，书画家，还有苏立老师都来了啊，老舍先生的侄儿，是吧？中国的大书画家。在这个俱乐部里面，也曾经有很多大画家啊，在这里居住过，然后在这里写生啊、创意啊，在这里呢，因为夏天来非常舒服，这里啊。直播出去不很好吗？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能直播出去呢？对，现在已经直播出去了。对，咱们也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为什么不能直播出去呢？是吧？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就是可以直播呀。咱们有没有什么鬼，就是给大家看看的嘛，直播出去嘛。有一些对主唱首歌，哈哈，主播今天唱我爱泼的澎湖湾，是吧？太冷冲沙滩，没有椰林吹斜阳，一片是海蓝蓝，是这样唱的吗？主播现在这几天酒喝多了，嗓子有点哑，哈哈。主播中过新冠，你看主播中过吗？主播中过新冠的话，也会跟大家讲的啊。如果中了新冠，我就跟大家讲，如果主播中了新冠，就直接在医院直播给大家，怎么样治疗新冠，怎么样会康复的，是不是？或者是主播如果不播了，就说明主播中了新冠，就拜拜了，撒油拉拉见马克思了。主播是个很开朗的，是个很想得开的人，是吧？如果主播有一天不播了，一定是有什么事，撒油拉拉了，见马克思了，是吧？像吕中英啊，哪有什么吕中英啊？有机会，再出去唱歌玩啊！咱们到时候，在纽约还有好几个这个有名的这个歌星歌唱家在住在纽约，有机会能够邀请他们一起出来跟大家一起联欢一下，是吧？都会有，放心吧，会给大家创造很多surprise 啊，惊喜的啊。哎呀，这码头好多啊，王总，这码头好多船呀，是吧？关木村啊，哎呦，谢谢，过奖了，像关木村，王总，
OK， 啊，不管左右吧，反正咱们希望美中友好，是让广大华人啊，中美友好，对大家华人还是有好处的，是不是？哎，非常好，王总，你看把垃圾都捡回来，捡回来，对，对对，环保啊，王总是个环保人士。捡不干净，太多了。什么地点？这个地点暂时直播排队买苹果。摘苹果不是买苹果是吧？因为我们没有去啊，现在在海滩呀，是吧？海滩没有苹果呀，只有这个生蚝和螃蟹啊。让凯文准备找你啊 ，Sex 观众。买苹果，下一次去啊，直播买苹果，下一次去。对，他们想去多买点啊。他们想去那个直播摘苹果，可以啊，下次去啊，好。还有人想做淘宝的，就问王总了啊！你看是吧？哎呀，垃圾拿个袋子来就好了啊！这样子先放到旁边，哪天拿个袋子来是吧？说好买苹果，但是后来这个因为苹果那个农场现在越往后它就不开放了，哎，本来说好去买苹果的，现在还是疫情的原因啊，不是又有一点反复嘛，是吧？为了大家安全考虑。所以就暂时搁置了，对呀、啊。长岛在火岛的对面啊，对面就是火岛。能看见那条线？哎，火岛的线啊，对面就是长岛的一个火岛对面。这很有意思。哎，这个啊，大家你看晚上还可以啊，坐在海滩旁边篝火晚会啊。然后夏天大家来这个私人的海滩游泳，清澈啊，非常清澈的海水，然后可以晚上篝火晚会是吧？然后这边就是，几栋小别墅是吧？啊，可以住在这里哈、啊。啊，还有一个小游泳池是吧？这个游泳池如果在上面，我跟大家讲了，如果在地面以上，就是不要增加税收的啊。如果挖到底下去，就是要增加这个税收了。哎，这1.2米啊，它的游泳池，哎呀，水还挺好的啊，还可以游泳啊，可以游泳。哎，他们到哪去了？给你看看。王总还自己的小船是吧？还有小船。这边。哎，好嘞，王总过来。可以，非常好。哎，你还不少小船呢、啊。在里面。哎，你看王总还把它一起捡过来了。哇，这地方你看多好。王总，我跟广大观众讲了，以后大家俱乐部是吧？这个地方呢，是给你放个太阳伞。哎，太阳伞，对。撑起来，把这个所有的椅子都一放一个圈。对对对。这边游泳。这边游泳。就以前有很多桌子在那边被烂了，我就翻。喝杯鸡尾酒，对，非常好，非常好。就看着那个东西，看着那个阳光。这边将来以后大了，搞些小木屋。不是，那、啊、这个地方搞几个小木屋。小木屋，哎，搞几个小木屋，把这个草都给它剪一剪，理一理，哎，哎，这个，哇，这个水，你还在游泳啊？我们广东人冬天的游泳太棒了，你看。坚持锻炼，咱们刘总是吧？我在这个地方转一个圈，我这个太阳伞顶太棒了，这个地方。对，旁边没问题哦。没有。五六十人，一百多人都没事，200人。那个地方呢，有个车房，里面什么都有的。车房里面是吧？那栋，你等一下，你去过那栋没有？那栋没去过啊，那栋是。那过去啊，先看参观这栋来。咱们换个鞋是吧？进来。有些人就不穿了，就这样行了。好。来，苏教授，有很多人要介绍你啊，苏教授，我们老舍的侄儿是吧？苏教授讲两句，苏教授。好，今天我们请了我杰克传媒啊，来现场我们第一直播，现场我们刘总的这个创业史，而且他的创业是很艰辛的。现在长岛这个地方呢，买了一块地方，自己的发展了他自己的产业。
有游泳池，也有这个高级的这个住宅，很美很美，希望大家来看看，我们杰哥也很热情介绍他，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希望能够我们华人在美国的有一线之地吧，能够发展我们的事业，我们华人的就普通人的生活，咱们就是不夸张啊，不吹不累啊，真实的生活，团结我们华人的力量哈，那发展。谢谢谢谢，好嘞，苏教授，谢谢你啊，好，咱们看看这个地方，来看看地方啊，这壁炉是真的壁炉啊，真的壁炉可以烧这个火的真壁炉是吧，这地方啊，刘总看看这个地方，哇，很大呀，这个饭厅咱们以后去，哎呦，这小心，以后在这个地方咱们活动很好是吧，观众都说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好疫情过去一点是吧，还是什么时候看看，这边过来，这边好，来看看这边，来，这是一个小房间，很小的房间，但是这个房间有个好处，它景色特别好，这间房间漂亮啊，它这个是哇，这个房间直接是这个是望海的小房间啊，房间应该是的确大房间，我的主人房在那边哈，这边是一个洗手间，你好你好，这边是一个洗手间，可以考虑办，对啊，王总的邀请我们可以过来住一段时间呢，问题是我们可以来度假呀，冲浪池按摩浴缸，可以可以，这个地方的设施很全，是非常全。这边是我的主人房。主人房。这边是主人房。你也是有时来住一住，有时不来，是不是啊？有时来住一住。那反而房间很棒。我在这买了五个房子。对啊，我有时候我要这个头有王总有时候度假来住住啊，平时也是。哇，太棒了！这里可以打开门就走出去了。哇，这个地方日出日落啊，就看站在海边直接看日出和日落了啊，游泳。太棒了，这套家具我是真的很喜欢，你看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处理，这个中间的颜色对木结构的是吧，对，这个一样的一套的，对，一套的，太好了，这个是我喜欢大，要不那个房间冲凉房就比较大，哇，你的冲凉房也很大呀，这个喷的浴缸嘛，这个三个四个头按摩池，太好了，是按摩的浴缸，按摩啪冲过来，带按摩的这个冲过来，从上面冲下来，上面冲下来，后面冲下来，这个按摩的四个头按摩的，这个是毛巾的热的了，毛巾的，这个，对，双位，双位，比较喜欢那种双位，那种比较大一点，对，海天一色。太棒了，这个地方看到你看的草坪，看到里边的小船，对，以前那个，这个就是 relax， 一个真正一种放松的生活是吧，一种放松的生活，这断断，对，太好了，这个是正门的，这个地方正门是这里进来的，哦，这边是正门，对，从那边进来，这边是正门，对，正门从这边进来的，我来穿个鞋，我来穿个鞋，小拖鞋，专门就这里进来的，哇，这也很棒，旁边就是一个俱乐部啊，游艇俱乐部是吧，游艇，对啊，旁边就是游艇俱乐部，对啊，游艇俱乐部啊，哇，旁边就是游艇啊，出海出门就可以开船走了哈，有个 show 都可以了，不一样是吧，主播我也喜欢这个地方啊，有机会就过来住住。世界日报是吧，这边还有啊，这边是厨房，哇，厨房也很大呀。这是主餐厅是吧，这个是主餐厅，这个厨房里面也是 gas 的是吧，都很齐全， gas 网络什么都有是吧，很齐全，非常齐全，那边是洗衣房，这边还有一个房间，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次，就是小的私人的这个小餐厅是吧，私人小餐厅，这个是我有时候早上吃饭，这边还有房间啊，这个房间是
这个房间是风景沿哪的游艇、啊？这是一个游艇，旁边游艇俱乐部、啊、是吧？是小小的风景。这边有是一个衣柜啊。嗯、有观众说卖给他，贵啊，1000万。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衣柜，衣柜啊，是个衣柜，衣柜，一小阁楼，还有个小阁楼。这边还有带一个小洗手间。有两三个人，一个十几、二十、十几。这么大地方，就是咱给咱们。带你们过去看那一栋啊，这个价钱咱们以后不能，这在这不能讲了啊。哦，还有咱们的洗衣房是吧？洗衣房、干衣房，这边还有一个私人的小客厅啊，小客厅是吧？一个小的这个小餐厅啊，这个地方地税肯定是挺贵的是吧？因为长岛区域都挺贵的。为什么能够得逞呢？老年人没事了，他想多玩。越越越越，哎，谢谢这个陈皮茶给你啊，这叫越越越香，越守宝陈皮茶。讲那么多话，就喝陈皮茶，咱们尝一尝啊，咱们安娜啊，广东的，广东第一宝，第一宝，越守宝，好，喝一下陈皮茶。是我们写的，哎，给你看一下，说的那个越守宝。哇，广东首宝，成功之宝，哇，哎，确实有点回味，有一种。回味悠长的感觉是吧？越守宝啊，广东的这个，还有这个成功之宝啊。你看这个是我们写的书，新会柑橘，生产时间60年，60年了。哦，还专门著书立说啊，专门来介绍5本书，三代，你是三代家人的在做这个是吧？对，这是我三代家人，那个当代传人，越守宝当代传人啊，怎么称呼叫？当代传越守宝，怎么称呼你？赵卫国，赵卫国啊，赵总，赵总啊，三代人。三代是这样的，我们是活着的三代，现在人还健在的三代人。其实我们的东西有四代了，他们私人的，对，因为私人的这个度假村，对，私人的，以前不对外开放的，对。免得一见到那个就像那个肖总，我说哎，我应十几代了，但是你有什么证据？您，但是我说三代的话，赵卫国，赵卫国。但是我说三代的话呢，我们115岁那个他还活着。哦、哎，你看我们三代人就喝陈皮就什么都不用讲。哦，陈皮很好很好，赵卫国，对对对，115是你的，110是他的爷爷，是你的爷爷了。买信了，买信，等一等，他马上要叔公啊，叔公要，马上什么？稍等，他要有很多那种东西要拿回来，在外面赶摊。哦哦，那行，给他拨一下。不是，他要他去拿。哦，好，你怎么哥哥一个人在里拿不？行，去一下吧，好，去一下，去去拿东西，哎，钢琴。钢琴谁再弹一下就好了。哎，刘总弹两下啊。肖主席，钢琴来，肖主席。我不会弹。随便来点啊。今天不存在障碍党，不存在啊，不存在障碍党。我都爱，美国也爱，中国也爱，我都爱啊。唱一首《陈皮之歌》给大家听一下。好。有一个键，那不是不修一下吗？对，下次找一个搞钢琴的来修一下。你这是斯坦福？他们会说台山话，当然会说台山话。你这个刘总就是台，你是哪人？我台山人，但是不太会说台山话啊，台山人。我台山人。这个安娜是台山是吧？台山，你是台，你不是台山？新会，广东新会。纯种，哎，新会，哎。所以说我们就做陈皮，在这度过一下。对，我刚刚刘总刚刚提邀请过来，来，肖主席来两首，来两下，不管什么，不管什么，来两下，哎，肖主席来两。先把灯点起来，灯点亮啊，灯。我这是滥竽充数啊。没事，随便弹两下。他夹几个摇来着？去拿那个螃蟹还有什么？是那个鲜贝是吧？那个东西。生蚝好。那我们到我们俩到那边看看，我们俩到那边。你跟他一块去，马上现场拍。啊，好。等一下，我拿完蚬回来哈。我跟他去拍海鲜，去拿啊，自己海滩的海。走，我们去吃。哎，我们去拿这东西，我们去拿看。等一下回来听陈皮之歌啊。哎，听陈皮之歌啊。今天咱们就是一个高兴的日子，咱们私人聚会也直播出来是吧？也直播出来，咱们没什么，什么气氛都好了。哎，谢谢。
谢谢贺爱，大家贺爱啊。第一个我的祖国也可以唱，这个不唱歌是言论自由的啊。我的祖国也好，我的家乡也好，美国人民也爱唱我的祖国嘛。有些人非要去搞往爱国往政治上面牵，这就是很不好的，是不是啊？咱们只讲友谊，讲这样团结。音乐是无国界。对，音乐无国界。一定要记住，艺术音乐都没有国界。对，这一点是很重要。对对对，国哥也没有国界的，国哥，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把陈皮咖啡也要推广过来？对对对，在美国研制的，很好，要把陈皮，我们积极帮你们推广啊，中国的这些宝贝，这些宝贝，就是陈皮是传统的华夏精粹来的，这个陈皮啊，这所以说它是千万被举报，可以，赶快举报。要去 FBI 赶快举报去，举报发现一个很好的抗议的陈皮咖啡。哎，举报陈皮咖啡，你们去，你们举报陈皮咖啡。他哥哥在哪儿呢？就在这里。啊，就在这。哎，没看到人吗？哎，等一下就看到了吧，估计。咱们去看看啊，海边很多生蚝啊。一些鲜贝啊，一些什么捞上来的啊、那个？刚才螃蟹拿回来了是吧？螃蟹拿回来了。那就是他哥哥是吧？是不是这个？你看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怕不怕。我看看，他叫我们过来。你们以为举报了，是有人就会相信你们的？美国的法律大家可能也不理解，美国法律是事实为以而以事实的，不是说你举报啊。啊！赶快举报！赶快举报！我靠，不会吧？那人呢？哦，在这里，在这里。哦，在这儿啊！好好好，你看，哇，水好清啊！这里面螃蟹、鱼什么都有啊。对，有螃蟹。太棒了！现在我们抓那个青口。青口啊，抓青口。抓青口。还有那个生蚝，搞一点烤，等会蒸一下，放一点。可能这里抓不到生蚝。放一点豆豉。哎，刚刚那个海边很多生蚝啊。来，到了，来，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青口是吧？青口，等一下啊，好多呀，来，啊，这个就这个青口，这个，来，就这个，哎，青口，对，来，这就是青口，等一下我们把这个新鲜青口啊，等一下我们吃，哎，新鲜青口，来，就在这个地上大把，来，这些都是青口，对，只要下去捡就可以了，对。就是捡就可以了。哦，太多了，这里面大把的青口，而且大把的青口，咱们自己啊，就在沙。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那么多割耳的，是吧？这个东西是，而且只要是新鲜的，你看你站上去就立刻来。美国现在风声没有那么没有你说的什么喝风声鹤唳，就在这里，大把。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你只要不是搞了什么真正搞什么间谍乱七八糟事情的，就会没问题啊。该怎么活怎么活，不要搞天天搞风声鹤唳的，没那么紧张，不像中国文革是吧？我们要搞艺术，搞艺术，搞人文交流是吧？咱搞好生活，关键是咱们把生活，你看，咱们先把小日子搞好，生活健康搞好，可以烫火锅吃是吧？哎，哇，太多了，太多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做这个就是健康生活，我们就做这个。哇，太好了，来，这些东西你看。你看下面都很多啊，如果是你，你看，我们话是现场，哎，小心啊，小心，不要，现场拿这个，哎，还石头里面还有螃蟹，石头蟹，应该拿个钳子来，哇，水太清澈了，啊，钳子这里，看看石头底下有的是石头蟹，哎，这边有个青口，这个是不是青口呢？这个青口，哎，青口啊，你看，现场捞，这个可以捞起来了，我们跟赵总他看一看，哎，对，讲什么正事？对，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青口啊，活的青口啊，对，哇，这么多青口啊，一抓下来，这里一抓好多啊，好大一个，你看好大的青口是吧？你看一卡就行了，对，根本就不用，太棒了，怎么哪里需要怎么挖？你看，这个太棒了，你看一抓下去就大把了，这个太棒了，太棒了，你看青口大把的，对，大把的，我放在这里，哎，这个大螃蟹还在里面，刚才抓的呀。哎，你拿螃蟹拿出来看看，这个青口。哎，这螃蟹拿，这螃蟹好大呀。对，这个捞得爽，捞得爽哇。捞得爽，你看，主要这个地方你们私人的这个地方，人家不敢进来的。对，没错。哎，那个一个石头中间，在那个石头中间，小心啊。哎呀，好多。
不，就在这个石头中间有一个。你看，好多。哇，好多青口啊！好多。你看，这东西。大妈在纽约，北京土著。北京土著啊。是啊。你看，你看。谢谢观众。你看这个两个。哇。你看。你看这个。哎，你把这螃蟹拿出来我看看。哎，好。螃蟹拿出来我看看。这个大螃蟹来，哇，啊，这个蓝蟹好大，翻过来我看看，公的母的，哇，公的，这是公的，公的有公的，来洗一洗，水洗一下，哎，洗洗，别跑了，不会跑了，来，哎，嗯，你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一抓就是了，是啊是啊是啊，一抓大吧，烟不离手，哎，嘿，你怎么知道我抽烟呢？哎，烟不离手，说我说我烟不离，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这个鸡腿，鸡腿啊，哦，就是，鸡腿逮螃蟹的。逮螃蟹用的，你看这个哪里跑这么远？哇，对面就是四码头，你看你看一抓就三个，这么多三个青口，对，一抓就三个，太厉害了。你看随便抓这个，这个码头是俱乐部的是吧？他们这是这一带俱乐部的。不，这个三宝陈皮老姜和乌拉草和甘草。陈皮老姜和甘草。三宝就陈皮老姜和甘草，对对对对对，广东三宝是吧？陈皮，对对对，太好了。对，咱们真正的这个。第三代传承人哦，是咱们中应该是广东，应该你应该是第一了，是吧？广东第一宝，广东第一宝，陈皮，最纯正的。我们赵总啊，直接，马上也可以，可以跟咱们留美国的广大华人见面了啊，还有加拿大，我这里面还有很多加拿大的观众，谢谢。加拿大观众，哎，加拿大观众都可以去，到时候开放了，哎，好，不接水，看望我们115岁的那个。第一代那个老叔公啊，老叔公还在呢是吧？对，过来了没有？过来没有？在多伦多啊。啊，在多伦多老叔公是吧？对。哎呀，太好了。可以去，现在是去不了。哦，等到疫情结束，咱们去过去去转转，一起跑跑。疫情结束是真的是可以去啊。我们还可以回国转转，拍一些东西是吧？回国也介绍中国的各个大城市啊。对，咱们也回国去介绍中国的大城市啊，深圳、广州啊，上海、北京是吧？大城市，咱们也去爬爬五岳、名山。你嗰度唔好再执啦。啊，好。好嘞。来，好，我们又换个地方更多。哎，这个鸡腿带着吧。等一下回来整它。啊，等会儿来好。对。还有更多啊，螃蟹要多一点就好。哇，好多了，已经。哇，这么多青口今天。啊。今天可开，今天真是不错了，不错了。哎呀，唔知哦。好一出来到，哇，这里你看多少？太多了。冇再搞啦，呢度快啲啦。啊，这里啊，你看这个，你看一下这个，哇，这里面好多啊，是吧？那我们把它撬开，你看，哇，这水太清澈了，比那边，比靠近那个机场那边水清澈多了。对，你看。是吧？老美、加拿大都爱海港生活，对，太清澈了。以后我们夏天也搬过来住一段时间，是吧？可以啊，非常开心的。哎，这个地方好。哎呀，好多。哇！虾子在这里。不用撬了。哎，在这个里面没有螃蟹啊，在石头里面有时候石头蟹太小。对啊。哇，起浪了，小心起浪了。哎呦，起浪了。哇，这一把就有这么多了。跳开来一把。你看，太多了。太多了。到处都有。哎，这个是哪边的房子？这个是。这个是老外的，他没来住。一个营地是吧？不是，他旁边是营业的，这是他个人的是吧？哦，这也是一个美国人的一个，这是另外一家的是吧？咱们这是刘总的邻居是吧？也邻居啊，刘总的邻居，对。啊，这咱们第一直播的观众啊，将来是作为一个营地和俱乐部啊，给大家。哇，满满一桶了。还有螃蟹，别把螃蟹压。太棒了。前面是俱乐部，我看看。啊，游艇俱乐部前面啊。您去过没去过济州岛？济州岛也很多是吧？就是说，所以说下次要回国，等疫情好了，咱们回国也去拍济州岛啊，去拍一些中国的五岳名山啊、名川，是吧？长江、黄河，咱们都要拍一拍，是不是？哎，世界好玩的地方。
柳下惠是吧？是主播也不是柳下惠，坐怀也会乱啊。坐怀，人家说柳下惠坐怀不乱，主播坐怀也会乱啊。只是主播不在直播节目里啊，播这些不太好的东西。咱们直播正能量，是不是啊？主播也是人呐，也是有感情的嘛，是吧？坐怀怎么能不乱呢？是吧？是吧？回国拍济州岛，哎，可以啊，非常好呀、啊。这边，哎，好。收获了，收获了，来，好，收获了，哇，好多，对呀、啊，太重了，回哪个国？回中国，谢谢谢谢谢谢，回中国呀、啊，然后或者到其他国家也可以去玩玩，是吧？啊，到各个国家去转一转啊！我们上次去了日本、韩国、越南、泰国、柬埔寨啊，一条线转了一圈。下次就是咱们看，专门重点是回中国去转一转，是吧？啊，拍一下名山大川，是吧？对啊，保眼福不是保眼福吗？不。这就是保眼福了，怎么抓青口啊？怎么抓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去抓，是吧？也有些观众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抓螃蟹，怎么抓这个，青口的啊？怎么来捡青口是吧？生蚝，哎，等我退潮了，可以捡一些那个生蚝来烤。哎，生蚝有没有啊？等一会儿去啊，再捡生蚝。哎。拍冲绳岛，对，北海道拍一下冲绳岛啊，北海道都可以拍，这是自由的啊。看看这边一间房啊，好吧，哦，它还有个很大的车房啊，里面很多很多海上用的东西是吧？小艇。洗干净了才能吃。哦，这边房子真大，是吧？车房这里面也可以坐很多人啊，吃饭什么的，是吧？车房很大。要清洗完了才能吃，非常新鲜。对对，要洗一下是吧？你看，全部洗。刚才把那个敲烂了，这个啊，那就不要了是吧？不是也能要，但是那个你看，嗯，金黄色的，金黄色的是吧？你看金黄色的，嗯，很新鲜了，你看。对对对，金黄色的，对对对，金黄的，哇，你看。太好了呀，你看见没有？对，金黄金黄啊！美国怎么也没有夏威夷，也有夏威夷啊！啊，金黄金黄。对，夏威夷以后也会去拍啊。你看，那因为先是让我们到夏威夷去。哎，下次到夏威夷也去拍。对，我们全美或者我本来想搞一个车，但还是疫情的原因，咱们搞个车去全美转一圈。夏威夷。孙慧芳那里去。嗯，我们好。孙慧芳的同学。嗯。啊。是一个，他的父亲呢是上海的纺织大王。嗯嗯嗯。当时呢就是跟孙慧芳是同学。孙慧芳 ，OK。对，然后是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嗯嗯。然后这次呢，本来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呢，嗯、还说准备委托我去夏威夷去找他。嗯、对，到夏威夷。还写了一个字给我说，哎，拿这个信给他。好的，好的。我夏威夷也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当时旅游的这个驴友在那儿，他都叫我们去玩。夏威夷很美啊。张太太。活到努努，活到努努。那个张太太在、哦、哇，今天有这么多啊！对，这么多鱼，你看这个鱼，你看还老美挖了。他说为什么美国人不挖？哎，这石头鱼，石头鱼。刚才我刚才没有拍啊，刚才美国人也在这挖呀。所以说有些华人他讲这个话就有点不太懂，哎，刚才因为美国人刚才在他这个后面海滩，好几个美国邻居都在这捡啊挖呀、啊，有啊，嗯，刚才，因为这是私人的地方，只有邻居可以走过来。刚才一个美国，哎，刚才一个美国大妈，哎哎，刚才搞抓了很多生蚝，捡了很多生蚝回去吃啊。对，那个美国大妈捡了很多，我们现在我们也捡了很多、嗯、啊。怎么可能淹呢？这个淹了，那还叫房子吗？是吧？不会的，它是设计好的。那个房子是干什么的？我们去过去看看。你去看吧。好。哦，船房。
啊，这个一个小艇哈，啊，可以停很多车这里。对，夏威夷还有阿拉斯加，咱们也可以去拍那个阿拉斯加的这个极光，是吧？看北极极光，阿拉斯加的。这是一个船房啊，这里信号特别好哎。哦，这个房间也很好哎，也是，也是把它建成这个，对。哦，还有，哎呀，还有很多活动设施啊，乒乓球，还有乒乓球，这里还有活动室啊，乒乓球小酒吧。哎，这边还有客房，看看楼上。啊，这个后院就是直接走出去了啊，也是一个，直接走出去，还有小船啊，也可以在外面啊，这个烧烤也可以，坐下咱们楼上看看。还有个二楼。啊，咱们这第一直播的观众将来就在这里来啊，作为一个点啊，一个点啊、哦，这里还有客房，有时候也可以在这里住一住啊，有时候，当然人这个不能太多了住是吧？哦，这里也是推开房就是太阳啊，日出日落的地方是吧？这个地方太美了，也是面向大海是吧？漂亮漂亮，我也比较喜欢这种靠海的这种远离城市喧嚣的这个地方啊，还是比较舒服的是吧。什么东西在叫啊？太棒了，这个地方。来，这个要洗干净了。好、啊，洗干净了，来看一看。对，准备开始了。准备开始了。对，这是因为私人的海滩，一般人进不来是吧？所以说一般人不太知道。好、啊，先把它过一过水是吧？过一过水。过一过水。这边也是过一过水。我把毛掸到河边。螃蟹有点少，看看那里面笼子里面有没有在螃蟹了。过一过水，过过水，这个要把那个泥沙过掉，不然我等一下我们吃起来，你看现在就很亲切了那个水。对对对，你看我们要现捞现吃。你看我们那个开始把这个过来这里再洗，嗯，这个再洗一道酱，你看这样把它洗干净，至少要洗六趟。第一直播总部以后是在华尔街。第一直播今天有口福了。哎，谢谢第一直播有口福了。哎。有赵总、刘总，还有各位大家在。第一直播今天不光是口福，还有眼福，也饱了耳福。等会儿你要唱首歌呢，还有耳福呢。唱首《陈皮之歌》啊，《陈皮之歌》，《陈皮之歌》。来，这个我们还要把这个啊，上面那个这个青苔是吧？就是不是这个，它是就是里面那些赖粉冰。你看这个，还要把这个撕掉，把它拿掉是吧？这个一个一个弄啊。对，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们怎么吃啊？是吧？有广东人，有山东人，有各个地方人。这个，你看要把它这样拉掉，这个。把它油。哎，这个没有了，这个已经拉掉。对。你看这个表示它是比较活的，比较新鲜的。新鲜的，真正新鲜的。对。对，那个太小了，我们不要了。寄生在那个石头。那草是营养，吸营养的，它是靠这个草啊，吸外面的营养。对对对对对。你看。对。这个把它拔掉。对。哎。你看这个都有这个，你看，扔掉这个。广东是最早一代来移民美国的，对，最早一代是吧？最早的一代，来了一百多年了。哎，一百多年。卖猪仔来建铁路的。当时淘金是吧？建铁路是吧？建铁路。广东就是对。广东人来。这个怎么吃你也不知道，张一峰。这个就是煮啊，或者清口，或者烫是吧？煮蒸是吧？煮就是水煮，就是清水煮，这最味道鲜美的了，是吧？活的可以，还有鱼，还有螃蟹。等一下可以直播怎么煮这个？哎，好，咱们一直今天直播时间长一点，可以让煮多长时间呢？很快，很快。
快的，继续冲。四只大螃蟹，笼还有，应该多放几只笼子啊。笼子有限了，平时笼子有限是吧？多太多了，蛋白质太高啊。哦，对对对对。不是这个蛋白质太高不好的，你吃多了，所以说平时是吧？平时也不想吃那么多、啊。胆固醇太高了，胆固醇太高啊。是吧？这个大妈在纽约北京土著。好的，你在南卡的房子以后有机会啊，搞个冬瓜煮汤啊。大妈的，她在南卡买了一个海景房。好，有没有这个海滩啊？有海滩我也去拍一拍啊，到时候可以给我留言来，我把这个微信给大家，然后大家注明你是北京土著啊，然后这个我把微信开放一下，大家加我一下啊，然后有好地方我也去拍，你愿不愿意提供给大家做一个俱乐部或者一个这个有时候可以去住住啊，可以挑选一些观众是吧？可以，我把那个新会那个陈皮农场开放给你到做你的俱乐部、啊、可以可以好，谢谢。在哪？广东啊？在广东。太棒了，可以啊，咱们以后做大了以后啊，北京在中国也可以搞个第一直播的，咱们这个啊分部嘛，是不是啊？第一直播。咱们加我的微信。当俱乐部用，咱们做大做强，第一直播叫第一直播 Global 环球第一直播，对，啊，加我的微信啊，刚才有新的观众没有加我的微信，谢谢谢谢，有里面有好地方或者提供营地或者提供什么给大家啊，或者大家开餐馆开企业的有愿意给的广大观众一些折扣的啊，都可以给我留微信好不好？加我的微信，谢谢。啊，给大家一些折扣嘛，是吧？给大家好处，第一直播观众就会给一些折扣啊。对，因为好多观众跟我说了，就是说，很多观众跟我讲，你光一个人吃吃喝喝，你要给观众谋点福利啊。咱们就是给观众谋点福利，是不是？观众谋福利。哎、现在今天只能看了，下次过来有咱们这个老伯，还有这个。赵哥给咱们弄点，再弄点新鲜的，下次哎，弄陈皮，哎，弄陈皮，陈皮茶喝起来，螃蟹，螃蟹吃起来，亲口吃起来。哦，还有一个要重要的事情跟你讲一下哈。嗯。喝吃海鲜。哎，吃海鲜。陈皮茶跟海鲜是一绝。哦。为什么这样讲呢？嗯。如果说有些人吃了海鲜要过敏呢，嗯，吃多了啊，我们叫蛋白质过高，过敏的话，嗯，陈皮那个消积食、理气健脾的功能。刚刚是专门针对这个陈皮消积食，对，消积食还有理气健脾，而且陈皮还有祛痰化瘀是吧，消食健胃健脾的功能是吧，祛湿很重要，因为是那个海鲜呢湿，就是那个我们叫湿热湿毒啊，这个东西刚好是去这个东西的哦、所以说那个吃了海鲜呢、要喝陈皮茶，因为我这次我陈皮，我问一下，陈皮就是橘子皮是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这个广东的。这是那是误，那是真的错解啊。就陈皮是什么呢？陈皮是只有新会这个大红柑这个品种种植的，在新会这个、大红柑橘是吧？对，大红柑这个品种才能做这个陈皮。对，有24种甘油。哦，广东新会的大。大红柑这个柑橘是吧，才能做陈皮，对，没错，哦，是有讲究的，有讲究，而且第二个、更重要是一个什么，广东新会的大红柑橘，对，然后还有一个要环保种植、环保种植，因为那个陈皮那个皮呢、它是有油脂的，如果说你用了化肥、用了那个、那个农药，全都存留在里面出来了、OK 然后我们平时吃橘子呢、他们的检验标准呢就是要把皮去掉只检用，但是我们要吃的是那个，因为是陈皮吃的是皮，那么这么厚的那个陈皮呢、如果说你用了那个、那个农药或是化肥都卡在里面、那我们就吃这个东西就非但没有健康作用、而且有害、而且毒素非常厉害、因为那个陈皮很厚嘛、大家不是剥皮的时候啊、会感觉有一些东西挤出来吗、那就是油脂、那么你想一下在里面呢、都把那个农药啊化肥啊都藏在里面的，对，那就对人体就有害了，非常有害，所以说我们那个、一个好的陈皮环保种植，用那个环保的肥料、然后用那个辣椒水、烟叶梗水、还有那个鱼腥草，那个辣椒水、烟叶梗水、鱼腥草，然后去泡是吧，去泡那个泡陈皮，泡那个药，药那个杀虫药，哦，泡药，杀虫药不能用化肥，哦，你是用自己自制的一些有机的一些是吧，其实这个东西有机的那个杀虫的那个，那就杀虫药，但其实这东西呢，其实我们千百年以来没有农药之前，
我们农民都用这个东西了，嗯，只是说个费用太高，是是是，然后的话那个东西呢附着力太弱，就是强性啊，嗯，强度不够，嗯，也就是说用，如果说用农药的话，可能我们只打一次药啊，我们举例说，嗯，就可以了。但是用这个天然的那个杀虫剂的话，嗯，可能要打3次4次，而且说啊，哦，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用。不打肯定不行的哈，虫子会，虫子会吃掉嘛。哦，虫子会吃，把那果都咬掉了。嗯，然后说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是沿用千百年以来，嗯，老祖宗的老的那个环保种植方式。那里面有多少亩啊？那干大红菊那种？我们自己的有300多亩。哦，300多亩。哎，哦，对，okay ，欢迎大家来啊，哎！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是，开放给你做那个啊，做俱乐部，做俱乐部啊，广东新会啊，又有点了啊，大家环球。还有什么企业家有什么点的？咱们啊，多搞几个点。这个东西很关键。一般的陈皮你不懂的话，你看这么厚一块皮，里面是都有那个都好的东西，我们都储存在里面。嗯，当然不好的东西也会在里面。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就大家为了大家健康的话啊，不要随便喝那些不知根知底的。对对对。那个陈皮。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对啊，他可以上堂课了。对啊，他就是这个，因为他家几代几代就是传人啊，他是赵总几代传人是吧？对，所以说就是他对这个陈皮就深有研究，你知道吧？深有研究。咱们呢听到这么 professional 专业的人士来介绍，也是我这叫耳福，有耳福眼福。咱们还刚才喝到陈皮茶，刚才真的我感觉到回味。这个很有回味，而且有点甘甜那种，一点点甘甜是吧？绝对有甘甜。糖分也不高吧？它这个糖分，糖尿病人可不可以喝？这个东西呢，只适合那个非常适合那个糖尿病患者喝。哦，它不太含糖量低，含糖量非常非常低，非常低。这个是陈皮嘛？这皮里面那个油，那个糖啊，糖的含量，糖分非常少。当然它都会有一些，但是它是一些，例如说是那些我们叫菊糖。菊糖是可以用于把这些东西，把那些都要拽掉啊！哦，对，拽掉这个全你看，来，这个它是它的，它的肠，它是不是它是它的营养的输送，就像那个树根一样，吸收的那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根，粘着那个石头啊，粘在石头上面一个像这个吸收营养的一个地方，把它拿掉，对，要把它拿掉，你看，因为它是哎，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因为我为什么说其实只说三代呢？因为我们三代人，是现在他还健在的。我们说我们三代，其实我们新会陈皮是有700多800年。哦，如果说我们说起来十几代都不过分，啊，七八百年，对对，新会陈皮是700-800年历史了。哇，那很长的历史，七八百年。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七八百年。美国建国，宋朝啊，对，我是那个从宋朝过来嘛，就是那个，我们崖山之战了，啊，崖山之战，就是元宋最后，就是元朝最后灭亡的。清谈也有效，观众讲清谈，哎，就陈皮就是清谈，化瘀这个，化痰止咳，还止咳有点是吧？止咳肯定的，化痰止咳嗽。消积食，理气健脾，去湿。说吃海鲜就要喝这个陈皮茶。对，吃海鲜吃喝陈皮茶。对，去湿，非常关键。安娜，那边还有一个房子啊？怎么了啊，刘总怎么了？啊，我刚刚去拍过了。进去过了吗？啊，进去过了，很好。这个呢是一个什么？一个地下的水。这个是那个叫排污的是吧？沙井啊。沙井做什么？这过滤的。过滤是吧？啊。哦，你这个水是地下自己抽出来的水？不是，是自来水。自来水。它这个污水排走。我去看过了。吗？去。我们跟安娜去看看啊。玩了乒乓球。哎，里面有乒乓球，对啊。刘总看他就面熟，对，我们好像在。前面就见过，但是一直不知道，一直不知道他是观众，是我们的观众，也不是不知道。哦，刘总，这边还有一个乒乓球啊，来看看这个。哎，谁来打乒乓球？来，刘总给你打，我来拍一下。啊，咱们会员以后这个第一直播的咱们这个会员啊或者观众啊过来可以在这啊。来，刘总打篮球，来，哎，我刚拍了。我刚刚拍了，对，很好，这个地方。二楼上二楼没有？哦，上过了。这个是个小储藏室。这个不是小储藏室是吧？
最关键是二楼最漂亮。我刚看过了，太漂亮了，海景，就是海，有点像日本那个冲绳的那个小房间，就是、太漂亮了，二楼、啊、太漂亮了。这个东西出去有，你看这个东西太漂亮了，出门就是对海景啊，坐到这海景啊，早晨起来，太阳升出来，这是东边是吧？这个是东边嘛，太阳升起来就是。在这里脱，不要在那里脱，上去全世界最漂亮的了，翠流。对，这里找个跟老公跟男朋友， Anna, 这里是安娜卡特琳娜带国王出来，我就是国王啊 ，Queen 啊，啊，这是我太太。啊，我跟他讲这个，你上去，没事。我经常上山的。啊，哇，漂亮！你看到这个地方吗？就是海，带国王啊，就是安娜带的国王就是我呀，我就是 Queen， Queen， 对，安娜是我的太太啊，主播藏宝是吧？一般不让老婆出镜是吧？我在底下看，哎，太漂亮了，来 ，Hello， 哎，安娜把这拍杆拿上去，你拍一下，我不脱鞋了，我刚上去拍过了，哎，好，我上来。安娜卡拉琳了啊，哈哈！我不是撒谎，哈哈！他说安娜来了，为什么不带国王出来？哇，你看这个海景房太漂亮了啊！就在海边。哎，太阳升起来是在这落山还是在这里啊？山是吧？你看照到这边来。哦，太阳今天有多云天气。这边日出，这边日落，你看太阳穿上出来好点了。你看这里。这里看日出，看日落。听到海浪声就睡着了，一下就睡着了。啊，太美了。下次来我们有机会来住一住。哎，你这里休息养性。太好了，有机会来住一住，有空了明天就可以来。刘总邀请明天就可以过来，谢谢。不能讲有空，我讲错话，该打该罚该罚，等会儿罚酒三杯、啊、来打两球，我看看你们。不是，将来第一直播观众，咱们做一个俱乐部，把它做一个地方，然后如果好的话，码头一起把它。我在车房那个地方就搞一个，还搞一个，在那个地方再搞一个，打桌球的。可以，对，车房再搞个桌球啊，桌球的。他们吃饭了，现在我们要好，你先打两球过来，打两下意思啊就走。他等着我。随便打两下就走。他已经打过。啊，还有俱乐部打乒乓球，还有打斯诺克球的地方啊。哎，这是我太太啊，第一次出镜是吧？好久没打了。哎，这个一看这刘总身手就是啊。哎，还能打？哎，刘总，如果人家想来租，租不租？租。多少钱呢？但是有自己人认识。哦，知道，那就是说还是要我们。要首先我们以后疫情完了，预期我知道，好，那走，租是可以，但是内部咱们一定要自己，咱们第一直播的观众或者熟悉的人才可以租，一般不租给外人，对，对，住可以四分之三天，不要自己第一直播的观众或者是这个咱们熟悉的人啊，或者是这个啊，以后咱们再说的，因为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好不好？等结束以后，因为有些人咱们也不太了解，是吧？以后大家熟悉了啊，过来可以租，也可以或者这个搞活动啊，或者租给大家搞活动，或者是我们第一直播搞一些活动到这来啊。肖主席，这个地方可好，这个地方你坐到这啊，太漂亮了啊！哎呀，你看，太好了地方。不要理他。旁边也是一位美国人家庭啊，旁边他你看自己有自己的这个营地房车，还有这个是吧？今天太阳也出来了啊。我知道，所以说你刚好借这个机会，中美现在过去他们为了中美好，好吧？就我心里想，
哦，马上开始煮了吗？哎，你先唱一曲吧，要不然唱个陈皮之歌啊，还是等会儿唱啊，等会儿唱啊，等会儿，等会儿吧，啊，等会儿，啊，等你那个肖老师唱的，现在1:30，哦，好好，赶快吃饭，对对对，赶快吃饭，好好，赶快吃饭，他们也都饿了，哎，先吃饭吗？啊，拍了，刚刚拍了，他们煮这个螃蟹有没有煮啊？煮了，我来拍一下。这里啊，搞一个斯洛克啊，哎，桌球房，桌球房在这里很好，桌球房，很好很好，桌球房啊，哦，这也是个海景，这是俱乐部，肯定的，这是一个，到时候给刘总，刘总到时候看啊，会员出租给他，信得过的人出租给他们是吧？是吧？啊，出租。哎，对对对，哎，好多芭比球啊，划船啊。哦，划船用的，直接可以。打桌球，打乒乓球，可以坐坐，还可以下去游泳，骑自行车啊，都给准备好了啊，山地车，皮划艇，啊，各种渔具都准备好了是吧 ？Barbecue 烤箱，渔具都有啊，各种渔具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好，煮一煮吧，这些海啊已经开饭了，好，给大家播一播来，开饭了，好不，辛苦你了，大哥。谢谢你了，辛苦了啊！他还在搞，还帮我们搞，嗯。这里买吃的很方便，出门就是因为长岛，大家知道长岛很方便的。刚才是一个朋友啊，打电话过来的。对对。他那个打电话来就是说他的父亲呢一点英文都不懂，他用一个警察，这个前警察就跟他说，给他的电脑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是吧？苏老师，苏老师，赶快吃点！哎，苏老师，苏老师不能饿，你先来点，苏老师。不是陈皮，哇，陈皮，这是陈皮啊，这是陈皮。但是你可以嚼一下，非常香。不是要到那个？哦，没的话到草菌里面去。对对对，好好好好好。来吃吧，吃吧。哦，好香啊！找一个看看，找一个陈皮看看。甘甜甘甜的，好，甘甜甘甜的。啊，这个公筷啊，非常香，甘甜甘甜的，香。你刚才它真是的，难怪这个好喝，到时候给我弄，给我来一点点，给我来一点，到时候带回去泡茶喝是吧？每天泡，或者没事你当口香糖一样。嗯，太好了，太好太好。啊，很精神的。哎，在美国哪里能买到？现在有没有来？现在我们在采风堂那个一个卖古董珠宝那个地方，行啊，下次我帮你也可以看看怎么，有需要的观众啊，直接对直接直销，我们那个帮你们代理，就变成俱乐部了，好好好，我们最优惠的啊，直销给大家，哎，农场直销，嗯，好，要找到你才行，好，说你名字才行啊，好，可以，手上吧，我就喜欢这种好的名产好产品，咱们所以我一直没有代理别人的，一名字好产品，我就是好产品，来坐，来你们坐，赶快去，你他那里，叫公筷啊，公筷，对，哦，哎呀，坐在里边坐，曹俊讲两点是吧？好。还剩下2秒，吃，哦，知道，来，哎，您先坐下来吃，来，我也准备吃了，马上，里面的，公开，好，等会儿就结束直播，那种东西搞出来很好吃的，对对对，鲜的要命啊，煮的时候我再播一下就行了，好，你们吃吧，你坐，你看，很香的，对对，这个是红红的，这种颜色的是公筷，哎，有米饭什么都有。今天主播换了一套衣服是吧？换了一套衣服，在这里啊，装模作样的，装模作样的，就是弄一下钢琴，装模作样，是不是？不是，我还给你建议一下，你下回会感谢我。好，那因为啥呢？今天装模作样踩一下，是不是啊？装模作样踩一下，是吧？好，好处呢，是吧？哎，好像是。
今天出国待着。好，放头顶上拍啊，好。就给你把这个陈皮啊，要加工一下。对。加工一下的话呢，然后的话呢，加一点点那个软，就像那个软糖一样。就让它软软的。对，然后的话，你价值还可以卖得贵一点。对。而且不需要这么多东西。这边买东西也很方便嘛，旁边就有超市。什么都有。对，这个就很方便，长岛啊。超市非常多。然后的大家把它多的粮食。对，就像那个从来我主播我从来就不正经，平时只不过有时候直播的时候。主播我从来就是不正经，是吧？主播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不正经的。出来休闲了嘛，肯定要穿花一点，是不是啊？墨镜戴起来，是不是啊？主播乱弹琴，主播会弹天音，天上的音乐。对，一定要符合人性。你这个东西呢，大家说是，除非是病得不行了，可以坚持吃。平时大家吃的都是苦的，人就是这么一个动物，不到临死那一刻，牙不痛，他见到牙科大夫他不会尊重。对。只有你牙痛的时候，我去拍一下那个煮，什么时候煮啊？哎，什么时候煮海鲜？我拍一下就结束。还没开始。啊，什么时候拍啊？水再烧了吗？啊，再烧了是吧？先吃点。哦，先好，我先吃点。我们先吃。要再谈这个也就开门。哦，开门是吧？啊。要把它这个做成。我来，然后我知道怎么开。哦。你看中国的很多东西在这儿的话，我们那边还有。中国的扶贫项目里边，其中有很多东西，像吐痰、化瘀。他不能吃红薯干，我是每天要吃红薯的。哦。我就很想吃这个红薯干，结果就让我非常失望。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红薯干它切了以后它放了一大把糖，这个墨镜蛮白的是吧？哎，这个可是糖太甜了，太甜，就是你如果能把它加工那个红薯干又有这个墨镜可是好吃又有软，什么牌子大家看，这个你不仅仅老百姓的你有什么，对不对？对，它这个就是加工，这个 Prada 的眼镜是吧？问这个叫什么？这个好莱坞明星借的，买盒饭 ，OK。你这个东西，你叫我吃这个陈皮，你就是送我一盒，我顶多吃两个，我就把它放出来。或者是泡水，泡水都不行，不行啊！为什么泡水不行呢？麻烦。记住，就是那个一锅就能放出来，得吃又香又好吃，方便。然后的话又能吃病的，你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把很多糖打白了？上次对，就是你把那个可以把那个啊，你可以把那个我其他这些都是我这个黄瓜菜，这个软面糖啊，你这个里边你看那个土糖里边，今天说你们挖了很多东西，然后把石头进去，吸起来放在洗，大不大吃？有大有小，基本上任何东西。你等一下，尝一尝，我们是靠海吃海，好吃舒服，非常好。如果你达不到这三点的话，你就这个东西，你就是再好都没用，没有用。大家都不懂不普及，这是美食家呀！哎呀，说的非常对，太对了。你这个回去的话，然后你这个工厂，然后申请专利，就厉害了。我有很多专利，回头我跟咱们可以合作。哎，好，就这样说定了，就多联系啊。哎，太棒了！太你说的最重要的地方说出来，太好了。记住啊，大家安全第一啊，那个是公筷，那个是那个分开啊。那个是公筷，分开。对啊，大家太好。你看，这个是什么时候把海鲜通知我一声来拍一下？你像这个公筷都可以发明个专利，为什么这个筷子的话呢？为什么说不能当公筷呢？它这个东西的话，你得记。但是中国人的习惯，他一定要用公筷，但是都忘了冲了一下，一说话他就可能就是。那么你那个这个公筷发明一个，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哎，插进去，然后的话呢，放在这儿，这是公筷。香港几十年了，黑筷白筷子分开两种颜色。就那个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因为还是不行，也经常撞。对你一定要弄一种东西的话呢，哎，就是将来连这个碗。连这个火锅的，sex 乱，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穿乱七八糟，与众不同。拿着手一看不行，鸡罐头。捏擦着这种公筷，
车啊，来来来，一定一定要符合，符合人家。你别看这个很快，这个专利如果你发明了以后呢，时间长了，不得了，不得了的。叫我哥，全世界第一大利润利润的这个，全世界第一大利润的这个专利是谁？是那个谁？我老婆一国的。是那个橡皮，那边也有，还有哦，橡皮霜，那就是那个，还有，就是那个铅笔上面的橡皮壳，它赚的利润是最大的，为什么呢？最多，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想会有，你这个利润有多，而且是用的用一次就扔了，所以它的利润很大，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做任何东西它好，为什么做不到推广？没事。为什么要没要接一点？凡是能普及的东西，一定是水方便，方便满足，要满足几个东西。倒点什么？倒点陈皮茶。勤劳，要人要有毅力，这都是错误的。嗯，一定就是怎么舒服享受。嗯，啊，能够偷懒。嗯，要满足这些东西，而不是让他劝人去勤奋去干，那只是少数有才有有天分。有毅力的人，而且还必须有环境的人才。你像画画，你没天分，你叫一般人去坚持，坚持不了。是不是？先吃，先吃，对吧？先吃啊！永远要符合大众。要陈皮茶。啊，要符合大众。方便。先吃饭啊。方便、舒服、偷懒。那个是拌饭。然后是那个是那个是。我说的对不对？非常是方便是最重要的。不要说的这。千万不能劝别人要努力刻苦，这是脚子用的东西。哦，脚子用的东西。对对对，等一下就传过去。没办法，那只能是对少数。这个是什么？太对了，你说的话。我们不能把个例来普及。对。个例普及，大家坚持三分钟热度就坚持不下去了。啊，你说那个英语好，那个觉得英语有多好多好，很多人坚持三年，那个记单词只会他就放弃了。并不是这些人不是好人，也没有建立。他没有这个兴趣，也没这个品牌，他也没这个天分。有天分的人一天都能进五十个单位，没天分的人一天就一天两三个单位，五天就忘了。一定要有天分的人，所有的行业最后是有天分的人，刚好有机会的人才成为这个能坚持下来的。不是刻苦，不是能要努力，这都是胡说。有天分的人经过努力学习，等会海鲜还真的，妈真的，我拍一下海鲜。没天分的人经过学习后可以提高，提高的人是不能的。这个叫排骨啊。啊，盘骨蒜香排骨是吧？蒜香排骨，蒜香排骨，不停的说，叫主播闭嘴是吧？都是他的口水。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分，你要去挖掘自己的天分。对，每个人在生活中有的是，有的人会说话。有的人会写字，有些人是说的。我们肖主席以前是话剧演员。每个人如果发现不到自己有天分的地方，就发现都跟别人学，这个人一定会毁的。90%的人就这样就毁了。对。人就像一个国家一样，你不能说对东北种地，我们也种地。你沙特，你在工地把那个肥从很远地方拉过来的沙漠上种也能活，也能种，但是那个东西的产量就不太阳，而且还是太阳种来的，对，这不漂亮吗？太阳出来了，你可以换个思维，那个沙漠的沙子底下它挖，从那个石油就出来了，石油的价值不一定比那个种的粮食价值低，是不是？说不定挣的钱多。太阳出来了，漂亮啊！哦，但是那个底下还有一点乌云是吧？但是很漂亮了啊，太阳一出来太漂亮了。哇，太阳出来好美啊，是吧？我们肖主席过去是话剧团是吧？哎，所以来这里来到美国内也有很多中国的大咖是吧？就是对咱们中国人吃法就是要热闹啊，不热闹不像西餐厅啊，要安静是吧？啊，太阳出来很美啊，这个地方啊，白太阳，哎，还有云层，还有云。我们看一下煮那个海鲜的，等会儿。那当然了，人家就是两倍的嘛。
喝啊，那最好说这要办任何的客人了，想知道别人已经最好了，不行啊，你做的那种那个原机没有过来，没有综合素质，上次来了，上次来了，我们这个电话是谁的？你老想这种是你的吗？行行行，我的，老想那就有人找你啊。工作人不停歇，上次我没看见你啊。哦，我不是每天都来，我一个礼拜来一两趟。我也是消费奖啊。今天陈皮在广东从3岁到80岁都在吃，煲汤天天煲汤吃。我算了，你这样说的话，你小孩子不能吃，老人不能吃，反正陈皮是广东的。你知道为什么那样吧？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种文化和习惯。第一，文化习惯，它确实它是不会伤害到你身体，首先是好，但是对。你让那个东北人啊、四川人去煲汤啊，他们养成这个习惯。如果你把它弄成个吐糖一样的好吃的，又能治病又能治哮喘，大家为什么不买呢？对，而且好吃啊，享受啊。另外，你把那个苦味变成一种特有的味儿，这就好吃了。对，如果他们清香的，对清香的，然后你一定要跟着，比如说。烧羊肉一定要放点甜菜，跟那个粗糖和软糖混合一下。烧羊肉一定要。对，你把它。那个主人都没地儿坐。没有没有，行了行了 ，OK。我说这边没有。来来来，你还在说呢？明白了，就这样。那是这样。有很多正直。主人的心里就是说，大家能把这个吃完，能赞赏他啊，多说点赞美的啊，这个风景，这就是主人最大的高兴，他比吃着饭还享受。怎么找个叫正直的呀？我认识你老公好久了吗？对吧？对啊，知道了。所以说呢，电话接通呢，这个工艺是非常简单的工艺，但是如果这个大的不得了，比如国家一发赚几百亿、上千亿，咱们很多东西就是没有保持和人性交流。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名著呢？为什么呢？现在这么多的作家写出了一篇好文章，因为编不止的，因为别人性格，他写的这种编这个固有的文，现在的有什么是电话联系？不要么是被这个统治阶级的文化给绑架了，要么就是自己自己被坏习惯绑架了，对，不写出来好东西。嗯，你看如果写《红楼梦》。你要写贾宝玉是吧？贾宝玉写那个半个又不像人的，对，写那个大象的人的话呢，见着任何女人连看一眼都不看一眼，只看林黛玉，那就完了。这个做就广州的，好好规范一下你的做法俱乐部行了是吧？好，人呢，喜欢七情六欲，过七年，他见了新人，早点满海边都是，他也想跟他发生关系，不是有理。他见了这个夏天，他见了这个夏天要知道我们在很多人，见了写宝他思想不好，他也想跟他发生关系。上啊，他的镜头最后是要跟一个今天没办法，心理上都能契合的，太阳出来了就跟林黛玉、太阳出来了什么关系？哎呀，真其他是性关系，吃饱饭，或者是婚姻绑架的关系。哎，为什么呢？他能把这些全都感受，把一个人真实的感受全写出来。哇，这个东西，《红楼梦》的主角在这里了。这都是天命，这都是我们可以猜，我们可以算，
啊，那么这样看来就是手拿一个，把你的命就是算出来的，这是对的。品牌的，因为要有值得了，对吧？为什么刚才我讲夏天太美了，我讲不热，是吧？把这个电门的 CPU 的档台要多得多，冷死你！不用空调，夏天感觉你们现在我叫冷死你！对对对，你还不明白？海风一吹，你还讲？我们说长岛的中国人认定任何东西认为是天命，是冬天有点冷是吧？要分夏，冬天有点冷。包括我们说那些凉空调的分顶，那叫什么空调？啊，过去就我的冬天先给你。原来我一个好朋友，原来是您吃过那个排骨？中央领导的大师，你吃不吃？哪一？后来他跟我说，他叫我说我拜你为师，然后要吃就来。啊，江泽民出门要叫他给算。啊，江泽民出门要算，李长春出门要给他算，那个谁要说？今天在座的，我讲两个很大的学会啊。嗯。2020年。嗯。一百年一次，我们每个人把你的出生年月日加上你的岁数，都是2020。嗯嗯嗯，对对对对对，你的出生年月日加上你的岁数，嗯，都是2020。对的对的，我来看看。一定是的，不用看了，那是一年不用看一次。嗯，哎，然后那今年出生的，今年以前不算一个。你今年你是哪年出生的？1969。比如说你是1960，加上多少？岁加起来是2020。哎，一定的，全是一样。一天一百。比如说你是1945年，再加大你的岁数就是2020。那讲了啊，我们苏教授讲了，你的出生年月。加上你的出生年月，是吧？加起来一定是2020。我们来算一下，是不是？怎么算出来？第一个，性命，性生活，明年不行，性生活的命，明年啊，五千次，转几千次啊？加上破除一个灵异房，那就好多。您的生命，对对对对对，没问题，可以你的生命，我性命没有了。你根本没有性生活要求，那就零了。哦，2009，还真的。岁数加上你的五分之一。是2009吗？我怎么算的？2009。我1990年加五十，我50岁，刚好是算的这么大。正好每个都一样。满了600。这是100年才一次。哦，很奇怪。我就告诉你，比如说1919，我是研究文化的，这2000年你要记住了。很奇怪，你能活到岁数，你能活到岁，自己能算出来。怎么说呢？1988年，性命加生命，性命就是性生活的命没有了，你没有性生活的要求了，再加上就是你的生命了。生命是怎么？生命就是你的现在的年龄。再加上你的五分之一的生这个原定的生命，就是你的岁数。这个五分之一是五分之一是什么？五分之一啊。喂啊！嗯，好用啊，没关系，我就是我一听吴大师，因为大师说完这个公筷子算出来，公筷子做了100次，我在这里站在这里，没有做到他了。我是老人家嘛，所以就没有。
那是五分之一的，跑着比我们快，谁喊啊？就是这样，还是性命，还是说那些青年党员，反正是性命加他现有的岁数的那个。啊，你这个买了文字房的，这个是。啊，阿妹，不要听，不是，在商业街，啊，你说三个病。一个是性命，一个生命，一个死命。到时候把它一拆，就是一个大足球场。就是你回家做什么事？孩子，开车，开车，我开车，一个对，开车，黄章波一点，一个黄章波也开。哎，那时候我们要，我打油啊！哦，哎，死命！我不是说要点，有没有那个零的？第一次给我带一点回去。那个是非常好，广东人就知道的好东西。有没有多的？广东人知道，这边有没有多的？这个老板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吧？你那广告人是吧？现在有没有行业在一起的？我们从小到大就吃这个东西吃大的，这个公筷吧？对，公筷，粗粮筷，对，这公筷啊。嗯，对。嗯，这东西应该品到。这什么品的？没有吃啊？有啊。有那味道。真的有啊？你连吃了还？你光吃两个，吃饱了是吧？连两个，粗粮。就那个筷子，筷子的长度是七情六分，对吧？就是这个有七情六义，哦，固定的标准的标准是七情六分的，七情六分的。哦，上面是我们两个人把它分成上面是不来了，我们下面是圆，什么？上面是什么？天圆，天圆地方。哦，天圆地方。所以我们说，人以食为天，我们把源头的这些东西吃。人以食为天，然后呢，这个筷子，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就是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二就是定位。如果我们吃东西是一个动一个静，才能加到东西，然后我们筷子多动的话，加不到东西的，你试一试，两个筷子一块动是加不到东西的，但比起一个筷子动一个筷子轻。所以我们筷子是阴阳结合啊，就一加一等于二，所以我们电脑的这个进位数都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所以我们有阴阳结合，有天体结合，有天人结合，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阴阳，为什么要结婚有个男的女的，同性恋就不对了，啊，同性恋就不是阴阳结合了。知道吧？毁灭地球啊！对的，问题这么多。哎，这个筷子学问太多了，我今天没跟你们讲这筷子。标准的筷子做了七乘六分，你们了解？是，我们上次教授，来，教授。啊，好，谢谢。七乘六分。来，教授，来，我拿这个给你干杯啊！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来，够了。记住我，周来，喝点啤酒。哦，广东老婆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哦，是正常的。老知道，就是人现在的生命寿命啊，为什么会长的？最表到的是两大。有劲。结果教的时要教对了。跟运那个天气什么东西都没关系，人的寿命现在能长，像日本现在已经突破了八万多人。另外还有个有趣的，我们华人呐，福字不能倒贴。哦。什么上面糊什么可以倒贴呢？垃圾桶上可以倒贴，水缸上可以倒贴。哦，这个话题你说，我以为福到家怎么倒过来的？不行，不是福到家，说我们中国是福文化，我们文化是福文化。啊，这个大家要跟大家讲一下，广大观众听一下，我们苏老师要，对，福字不能倒贴，为什么说到处都是倒不贴的？对呀，对的。好多都倒贴，现在他们福到家嘛，倒着。我那时候看一个那个视频，有讲一个那个文化那个什么，有讲不能倒贴，按照风俗习惯是不是？哦，过去人的寿命短呢，最主要就是根本吃不饱，吃不饱。后来以后呢，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呢，发现南美有一种东西，这一下让欧洲人口翻了三倍，中国的人口也翻了多少倍？就是发现那个土豆跟红豆，红薯啊，红薯以后呢，这人后来后呢，但人们寿命还为什么还那么短呢？
最主要的是疾病，就是瘟疫。瘟疫，瘟疫。后来以后发明了疫苗以后，让人就上来了，上来了，人的寿命上来了啊！这是能保障了人现在寿命最长的原因。现在人为什么很多人医疗了跟着就是哎。现在很多人死了不是说吃不饱了，因为是吃能吃饱吃得好死了。对，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心脏病太好了，你看就是现在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的话人都哎你看现在痛风那么多，因为人呢痛风那么多都知道运动好，刚才我跟你讲了嘛，运动不舒服啊，这些都是肺病。别说是大年龄的狗，爱运动的狗和猫。现在富贵病，凡是养的这些宠物都是糖尿病。那个猫怎么胖呀？对，胖，好胖，好胖。你看那个鹿，曾经的黄石公园的话，也对毛泽东当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说，哎呀，麻雀是害虫啊，打四害，结果的话呢，虫多了，然后自然灾害来了。结果的话呢，黄石公园的美国人也犯了巨大错误。他觉得这个鹿太可爱了，这个狼动不动吃一个，动吃一个。狼是害虫，把狼给打掉。结果一打掉以后，鹿吃完草以后不跑了，一吃完草舒服了，给它一躺。结果鹿群大量死亡，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鹿全得了。哎，结果后来和他们发现，这个一定有了什么副作用？有了什么副作用？可以拿得到，没有吃的。有了，最后他们发现呢，这个狼吃掉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然后其他的鹿害怕狼，都拼命的奔跑，身体很好。结果他们就发现这个鹿狼还是要引回来。后来说呢，他们把又从其他的地方把最凶悍的狼引到黄石公园，以后鹿群的病就没有了。就是说一定要运动，因为动但是不能是靠自己，一定是外界被逼过的。人是永远享受不了。我们这里关起门来讲一个啊，美国啊，这一次他为什么？你看全世界正在直播的，对，正在直播的。这是另外一个门，这是开的门。杰哥，我建议你，啊，你这个直播，直播非常好。弄我们，弄我们出去喝陈皮咖啡。喝陈皮茶，提高我们肺的免疫力。让我们肖主席给你讲讲人性。对对对，专家。肖主席讲的太好。讲人性。肖主席原来是呼吸系统的那个健康。做了那么演过，那么演过。对呀，话剧、电视剧也都演过。现代人吃陈皮最好。对，谢谢。就是提高肺的免疫力，呼吸系统的免疫力，好处都是有的，但是你怎么能符合人的这个舒服方便懒，跟微信一样，你如果符合我们就要把那个最好的东西它不能普及，明白了吧？不能让人觉得不舒服。水果那不能让都做跑步很好，很多人就坚持不了。先水果那海鲜煮了会煮的是吧？煮海鲜，你们煮那个最好吃最新鲜的一堆海鲜呢，最新鲜的那个就可能还在后边。先把这一轮跑掉了以后，我就里面吃东西。你看，为什么这个橘子任何人都要吃呢？它不是吃皮，吃芯儿。可能这个皮的营养在吃人啊，吃皮。来，大家，这边我还没来呢。多么好的一个下午啊！大家有幸坐在这里，谢谢刘总今天招待款待，非常感谢，太感谢刘总啊！咱们给大家拍张合影，好，是不是能用得到啊？好，下次就我们这是肌肉部了。来，看这里，来，看这里啊！一，稍微一等啊，一二三 ，OK， 好，谢谢。然后来把大家拉个群，再把那个是吧？然后这个群的话，俱乐部第一届刘总，俱乐部第一届咱们会员第一届，他跟店家叫马上出来，就是俱乐部，太多了，他妈的，就是俱乐部，就我们自己，文化俱乐部，就我们这，就我们这几个，啊，就我们几个先，每次要来，这个是组委会，其他的其他人几个拉来一起啊，不把那个，你看这个陈皮啊，来先把大家，如果说我们橘子皮，你看这里啊，不是都有很多油脂吗？如果是用了化肥，用了农药。
绝对不能吃，你看都藏在里面的。如果我们检测合不合那个水果呢，是把鱼扔掉。第一直播这个长岛海滩俱乐部组委会成立啊，今天在会议。吃起来没事，但是陈皮是一种七八百年的一种非常好的药，所以我们坚持天然环保种植这一点是我们一直坚持的。第二就是品种，一直坚持我们用干禾来育苗，就要保证它的 DNA 的纯正，这个很重要。三个条件，我将来还可以帮你们一个大忙，大忙就是什么大忙了，就是等你们刚才按我说的那个弄完了以后呢，我可以让你们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啊，天然干的，不需要什么东西，让全世界人都相信的。你到在中国的土地上种，他都怀疑你有农药，因为我原来的农业部工作，中国的95%以上的土地全部被污染了，包括地下水都被污染了。对，为什么全世界的中药，日本和韩国中药是中国发明的，为什么现在在市场这么发达的市场呢？全世界97%以上的中药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利润在哪里？在韩国和韩方。中国只占了3%，这么大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只要是中国的牛毛、中国的药、中国的陈皮，他们就说全世界就宣传这个是农药土壤种出来的，一定害人。所以说他这个宣传力量很害怕，就是咱们占领了市场。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可以帮你们，包括中药将来他们都要来。我呢前年我去参加了这个，我一直想把这个印第安人啊，因为我原来想帮尼克松的这个孙子当美国总统嘛，我一想印第安人有800多人，我说最起码我说印第安人这个祖先不是中国人嘛，我要把印第安这些酋长都组织起来，让他们投这个尼克松孙子的票，然后的话呢，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参加他们的太阳活，他们早期是战捷，被美国封冻了，封冻了150年，不让他们这个节日恢复，或者他们说恢的叫太阳节，原来是战神之节，恢复成这个和平了。我去了，我去组织他们一批这个印第安的酋长，我跟他们讲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他们很苦。后来以后呢，他把跟联邦调查局，就跟美国副总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签了个合约给我们了，就是印第安地区，凡是这个地区不受联邦管辖，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美国不是美国联邦规定，任何地方不能开赌场，不能开妓院。就说美国有啊，拉斯维加斯大香不是这赌场，那全是印第安区域的，他不受联邦法律管辖，他是专法。全世界的法律要想赚钱的话，都必须有政策和钻法律的空子。任何人做生意的人，如果不能懂这两点，赚了钱也得进监狱，也得死。必须有这两条。什么谁聪明啊，谁不聪明，那只是他在这方面发挥而已。如果中国不允许8个人以上的人可以开工厂的话呢？邓小平不开放这一点，中国最大的老板就是炒傻瓜瓜的。怎么用8个人？后来改革开放给了一个条件，可以上100人、上1000人，以后中国才出现很多企业家。对，这是一定也是要符合政策，也要拿法律的法上面求。那么印第安这些酋长说的，他把他那个亚当斯跟美国第二任总统签的合约，他们祖先给我看了以后，他们是不受这个。将来以后呢，如果你在印第安的土地上，将来种陈皮也好，种茶叶也好，做中药也好。他们的荒山多的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扶贫，我们帮美国人扶贫还可以申请到美国政府的这个资金。另外的话呢，给美国人民、给印第安人民确实带来了好处了。我让他投票给谁，他投不投，他一定投。对，那我呢就是个小的野心啊，搞点政治的。但是作为咱们中国来说，说热闹，这是热的。在这个地方种的话呢，他不需要进口这个执照。就可以进来，就在印第安那个地方去种你们的陈皮，种中药，它的土地全是天然的，没有任何污染，这个好不好啊？我们非常好，我们那块土地呢，也经过那个有这么厚的那个，从北京啊到处测那个，就是那个土地没有，只要是在国内可以，只要你说是中国的土壤，啊，全世界没人敢用。
但是中国也有天然的。哎，你再去问那个，关键是那个就很好了。不是，这是你说的，他的统一的国家检测的。哎呀，那是国家，那是你中国的，全世界不认中国的土壤。哦，你中国百分之，我是在农业部门，我知道，实际上咱们中国的土壤是百分之百没污染。没有啊，有一部分有污染，但是那个上面还有。你胡说，咱们中国最污染最大的不只是土壤，是什么呢？就是地下水。对，为什么地下水？因为中国，我在农业部我是知道，中国所有的有没有85啊？土地没有。没有，今年你用的是5%的，如果不煮咱们就不直播了。明年你就用5%。如果他不煮螃蟹，我就不直播了，我们停了。啊，现在煮吗？等一下，咱们都煮。还有那个，我们就剪，没有看到去。哦，那现在先停止直播，咱们先停一停啊。现在就是螃蟹，等会儿再煮啊。他们这个啊，谢谢。好了，咱们啊，下次那个，太阳出来很舒服啊。哎，王总，那个地方好舒服呀，这个地方真舒服啊。吃完我们再到一个大画家家去啊。当然了，来住一住，下次来哈。俱乐部有好地方了，太棒了啊！可以喝个鸡尾酒，调一下坐这，游泳啊，冲冲浪。两个音箱。对啊，音乐一放是吧？太棒了。做个10人20人的 BBQ 啊！对，太棒了这个。对，别倒了，一风一吹倒了，还是在那桌子上吗？我看能不能看到你啊，也能看到你，太爽了。
一赚了一千块，你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他还码头的费用，然后他出去一趟你们就钓鱼，钓鱼那就办个证。有艇吗？对，小，要大点。哦，大点。啊，得十几二十人啊，晒晒太阳，啤酒班，烧烤，晒晒太阳，啤酒钓鱼，哎，钓了回来再烤，先烤。是吧？这种生活就是咱们这个让大家直播，给他们一个会员制以后，后面的会员就要交钱了。前会员好多人给我推，就前面的搞交易活动，前一百名免费，后面的，交什么也不光是女朋友，像有些人是女朋友，不光是女朋友，还有一些商业上的伙伴。对，每个转一下交际圈子是可以任何人的。但我感觉这个地方最好能把那个。他那边没有这个大，不，两个人一起。他有的是实力，他在那还买了五座房子，结果全是门面的。他说这房子多少钱？没钱，这房子多便宜。今天我们就结束直播了，好不好？梦醒时分吧。好，安全距离是吧？这个长岛没事的啊，长岛基本上疫情还好啊，这边在海边基本上人少，就地广人稀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好不好？我们坐在这个海边啊，你看这个地方多漂亮是吧？多漂亮，这里是吧？游泳池前面就是大海哈，弄个鸡尾酒喝一下是吧？啊，坐的这很享受啊，前面是大海啊，如果再有阳光是很舒服的是吧？喝个梦醒时分哈，对 Jack 有感觉没感觉？杰克是个坏人，所以说不需要有感觉。哦，你都看到我别的身上的笔掉在客厅了，哎呀，谢谢。好，咱们今天就大概直播到这里了是吧？直播到这里。因为等一会儿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大画家家啊，非常有名的大画家曹骏啊，咱们去他拜访另外一位长岛的一个大画家，是洛克菲勒的这个第五代传人，就包了他所有的画，哎，所有的画啊，曹骏大家知道啊，曹骏我们去他家看一看，但能不能直播，可能要征求曹骏大画家的这个啊，好不好？谢谢。游泳可以游泳啊，你看它的这个游泳池一直开放着的呀，大家看着游泳池。前面可能还有看，等大画家去他家，如果可以的话就直播，我们要征求他的意见，好不好？一个大画家啊，非常有名，大画家啊，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艺术人生是吧？啊，就是以我们这个一个平民的视角来看啊，啊，这个就是，哎，谢谢，拜拜啊。这个游泳池是现在刘总是一直冬天啊，他们广东人冬天也游泳，所以说这个一直你看，这个水是一直是活的啊，活水啊，一直在清洁，一直在清洁，这是每天要耗费很多费用啊，还有这个瓶在清洁啊，所以这个游泳池，对，这里有这个来进行过滤啊，进行过滤，专门的东西来过滤这里面游泳池的水啊。
现在这里每天他们还是坚持游泳啊，有自己的游泳池，也有海水也可以游，是吧，自己来就可以游泳啊，这个水是清澈的啊，好吧，谢谢啊，这样咱们为这个第一直播观众也磨了一些小福利啊，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就今天结束今天的直播，好不好，谢谢啊，我背后啊海景，谢谢啊，今天天有点阴，没有太阳，如果有太阳可能更漂亮啊，谢谢大家就订阅我的频道啊， subscribe my channel， 谢谢啊，今天就先挂了啊，拜拜，祝大家一切如意，家庭和睦啊， have a nice day， thank you， 好，谢谢。